感谢咱今仔观众朋友，也无想到这个天气会落凉落，啊，来个八团民风听歌的团，啊，来个做一个支持吼。咱首先也要来个感谢着咱主办单位，也咱招生三来啊江管理委员会。再来感谢咱这个协办单位，咱的委翁定武服务处。也够有吼，咱协办单位，咱吼要竞选这个议员吼，咱陈世林服务处。再来吼，来感谢着咱中央文化部。感谢坐坐这所有的长官吼贵宾，也对着八团安尼听笑。再来要感谢着咱今仔日上届重要的风云人物，也咱文平老师简少成。啊，各位，阮上届引导的武平老师，咱的领导何明达。这些今仔场的公演，唔是遮尔啊简单，就当个圆满啊。但是阮内底拢真少年，也毋过吼，阮嘛真努力，真拍拼。虽然讲咱遮椅啊坐无满，我无介满意。但是我相信后一场的公演，恁一定会听我对不对？我再申请一遍，我再等下咱三楼要讲，好唔好？好。各位完成遐大场，无够的拢小弟我来开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感谢，真正都感谢。其实我嘛足惊，我嘛足烦恼的。我甲内底委员，大家伫咧参详，伫咧讲，啊，今仔唔知呾坐有一半无，也唔够好加载。加载咱遮观众朋友，恁大家拢听完，啊，完咱咧大家遮少年人伫顶完，有人伫咧看，阮就会愈做愈认真。愈做愈拍拼，战士，甲恁感谢，谢谢。也毋过吼，咱这个公演吼，真正有较忝，所以吼，咱无特别时间安排演出啦。毋过咱的面戏，啊，拢有遮正常伫咧运作。假使讲吼，其实毋是阮公演好看尔，阮的面戏嘛真好看。阮初五、初六、初七，也伫个这个大西三安宫，恁后对遐经由，啊，再来甲阮看戏，有听的无？谢谢，感谢，再一次，阿来感谢着咱主办单位、咱协办单位，以及着咱赞助单位，谢谢。